心情，我觉得其实我超放松的，我也是哎，对啊，对，因为今天就是带着一个观礼嘉宾的心情来的，没有了，还有颁奖人呢、啊，还有颁奖 人, 人，对对对，颁奖反而比较紧张哦，对，好 ，OK， 太放松，你看有多放松，对。啊，没有深啦，就想说轻松一点，对啊，穿着 Tom Ford 的 Tom Ford 的西装这样子，深一点哦，可能没办法，大家叫什么？还好啦，平常有在维持，平常就很厉害 ，OK， 还 OK， 对对对，没有，博宏里面比较厉害啦，对，什么部分？肉体。哦，部分对对 对，我以为是我的内心。对了对了，灵魂深处。哦，大大祈祷，不止小小对。对，但是大大祈祷，但还是带着一个平常心了，因为就觉得来这个典礼就还蛮舒服的，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人，对啊。对，其实能够来就很开心了。是，其实我觉得要站上金马奖的这个舞台都是很紧张的， 对，尤其是在后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会比较紧张了，对啊，但就是出去前的那一刹那会是最紧张的，对啊，对，对，哎，是，对，所以就非常紧张颁奖的部分这样子，因为有先蕊稿过了，对啊，所以就稍微练习一下，对，不知道等一下呈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这样子，对，有小小见一下，对，有啊，当然，很喜欢他，对，就是可能等一下吧，因为想说第一次见就告白，有点就是。怕会那个太唐突这样子，对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就是小聊一下而已，小聊一下而已，对。是。你等一下一定要锁定直播，就会看到那一刻的表情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一个鬼的脸，带着玩心来，带着玩心来，对。嗯。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是怎样？一个爱心，一个爱心，好。哦，衣服有点紧，对，有点紧，还在这里就好了啦。OK， 好。对，因为大家都练太壮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